真，让你的天长地久，牵着手一起走，永远不退缩。Hello， 今天要去帮我表哥表演，然后我现在重感冒，可是还是要去吧。然后呢，上次的主角又被我拉来了。台北千里迢迢的过来，他觉得大学还是要好好交朋友。这位大主角，请问你从台北下来南投的感言？没什么哦。有，我傻眼，现在11点12点开始，然后就已经停车场快满了，然后还有游览车，是一个大演出哦，耶、yeah!对，我们刚刚本来要彩排，结果麦克风支架还没到，所以就先对音乐而已。对，搞得很紧张，很多人。待会开始了，很紧张，有点紧张。怎样？很紧张哦。我们请子孝跟你拜哈，相扶你这一段是很漫长的旅程啊。不过呢，感谢天父真神，你竟然顺利的站到我们的台上啊。小乐要去拿糖果了，看一看，谢谢。永远不退。
工作在他在哪里上班？大富属医院。